迟到，但是他绝对不会缺席。你妈已经在咱家住了3年了，再这么住下去，我非崩溃了不行。今天，你爸要是不把你妈接走，我就走。放心，我爸随我。我们爷俩都是说一不二的硬汉。硬汉来了。不是，来音乐先停一下。爸，你能不能快走两步来？一点都没在拍上，来吧。哎呦我的妈！不是爸，你咋回事？你咋来这么晚呢？我坐过站了，3站。那也不至于啊！你是坐公交来的呀，还是坐地铁来的？高铁。高铁。不是爸，你这，你妈呢？我妈刚出去。不是这回啊，我交给你的任务，记得不？你都嘱咐我8遍了，这是真拿我当老年痴呆呀、啊！你再说一遍，爸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，这回无论如何，您来，你一定要把我妈接回去，必须的。哎，还反了你了？你凭什么命令我？还凭什么？来，请看咱家大彩电。哎，不是。你在老家跟张姨跳舞这事儿啊，已经被我在老家安排那个眼线给拍下来了。不是，你这图那是 P 的，我根本不会跳舞。爸呀，你这兜上挎的什么呀？这是，啊？你们这叫欺负人！明知道我这属狗的水瓶座的人对这音乐敏感，你们就……爸，你别说那些嘛，这图都放出来了，你咋还解释啥呀？我跟你说啊，我跟你小柔阿姨那是纯粹的老头老太太的关系呀，还小柔阿姨，妈，妈你快回来吧。你看我爸在老家呀，这可不省心呐。就冲你这态度，我告诉你咋的？我保证完成任务。你看我就知道我爸，哎，你这个态度是对的。我得上个厕所。啊，爸这边，慢点。洋洋，他妈回来了。回来了，莎莎。妈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哎呀，你看咱妈又买的大油饼。哎呀，今天这油饼啥味儿啊？这是尿芥子。哎呦，尿芥子。妈，我刚买2包尿不湿呀。你买的尿不湿是进口的，太贵了，让我给退了。退了？你退了咱孩子用啥呀？这不老家你刘婶啊，他孙子今年就不尿炕了，把他们家戒子都给我邮过来了。这妈，尿戒子还用二手的啊？不是二手的，不是二手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是3手的。这尿戒子是你小时候用过的。哎呦，后来刘婶给要走了，这不又还我了吗？你们家尿戒子都是祖传的，你快点儿。不，妈，放手吧，妈。妈，你看看这个尿戒子这个成色，还有这个硬度，还有这个包浆，你说这要放在身上，它不就是黄金圣衣吗？老爸呀，老头子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这回来呀，是要、哎、你来的正好啊。不是，快，干啥呀？赶紧把自个儿捆上。妈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哎呀，赶紧呐！不是你干，爸，妈，你俩这是干啥呀？一会儿下楼互相遛啊。遛什么遛啊？我要上去把咱们家那外边那玻璃我给擦了去。妈，咱家19楼啊。
我怕你俩掉下去，快下来，快下来。我没事儿，我。你快下来吧，妈！哎呀，快拆下来，快拆下来！你看这老太太，这孩子你多淘啊！你这这，等他们上班咱再擦。哦，哎，老头子，嗯、你赶紧的、啊，给我买两样东西。嗯、第一呢是大铁锤，第二呢是那个冲击钻。好，不好，妈，你要买大铁锤、冲击钻，咋的？在外面包工程了？不是。我那大孙子眼瞅着就会走能跑了、啊、我琢磨着把咱们家的那个厨房啊和厕所呀、啊、给他打通了，然后我大孙子跑了多痛快，刷刷刷。妈，你大孙子是痛快了，那你考虑没考虑过那上厕所和做饭那个人他俩见面有多尴尬呀？还真是啊，老公啊，我此时此刻怎么特别想跳舞呢？跳舞啊，爸呀，忘了这次来啥任务了？没忘，买大铁锤，买冲击钻。别走，我有点腿软。你刚才说你是硬汉，你要不是硬汉，我就给你看大彩电。老伴儿，跟我回家。为啥呀？因为有大彩电。啊？不是。怎么了？因为太想念我。别扯了你。我爸想念你，我爸呀，爸，快跟我妈说说你那些想念的话吧。我说不出口啊。你快来吧，就那些你心里话，你唠唠。不是那肉麻的话。明明，你不在的时候，人家每分钟都在紧张你。没有你的世界好冷好冷，我的心好痛好痛。你好恶心，好恶心。妈，要不然您回家陪陪这位可怜的老人家。行啊。什么时候回？随时回。不过洋洋，哎，前提是我想要一样东西。哎呀妈呀，我跟你说，只要是您能回去跟我爸团聚，你要什么都给。就咱家吧，冰箱、彩电、洗衣机是吧？空调、沙发、热水器，阳台你要是喜欢，你都可以拎走。我喜欢什么都可以拎走啊。太好了，大孙子，你终于可以让奶奶抱回家了。走，把头掉下。好吗？你冷静冷静好不好？你不是说吗？我喜欢阳台都能拎走。阳台能走，孙子不行。那我就把孙子放在阳台里拎走。妈呀，此时此刻是不是应该控制一下这个局面？我也想孙子，我不想控制。你要不想控制，我就给你看大电视。老伴儿，咱不要孙子，咱回家吧。我舍不得我孙子。妈，老公老公，上方案二。看着呢啊，妈，妈呀，我跟你说哈，我爸这次来呀，他想带你出去旅旅游。对，旅游。那一出去就得花个万八千的。哎呀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哎呀，我爸现在有钱呢。我爸爸想起来没，你现在有钱了啊？爸兜里有一万块钱的事想起来没？来呀。啊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我现在有钱了。就我哎，我说这一万块钱哎，就是准备咱们俩出去玩的。嚯，你背着我藏这么些私房钱？不，这可不是私房钱。那哪来的？这是我刚发的年终奖金。快拉倒吧，你个修自行车的，哪来的年终奖？说实话，妈，你说我爸是不是头一次藏这个私房钱？你下不为例，妈，你别生气。妈 别跟他一样的哦。妈，行，儿子跟你说情我就不追究了。
赃款没收。大婶啊，这个我不能在这儿白吃白住的，那这一万块钱5000块钱我的伙食费。看我干啥呀，那不还谢谢吗？谢，不用谢不用谢，一家人谢什么呀。哎呀，人家都说呀婆媳呀不好相处，你看我跟我儿媳妇儿处得老好了，是不莎莎？哎呀，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啊，要不是我怕我走了我儿媳妇难受，我早就回老家了。妈，我不难受。你看我在这儿，我儿媳妇不难受。妈，你这么没心没肺吗？给你们包饺子去。哎，妈，你别。妈，你这是个包饺子。你得帮我想想办法啊。我想不出办法来，就像他们这种属牛的金牛座的人个个都是软硬不吃啊。不是爸，你帮不帮？我帮不了了。那我也帮不了你了。妈呀，来妈，妈快出来吧。妈，哎呀，2分钟没见就想妈呀，我太想你了。妈妈呀，我想让你看看咱家的大彩电。老伴儿，你听我解释。你怎么还笑了呢？废了。老伴儿，你别笑，你这么笑我心里没底。我心里有底。你啥意思啊？本来我把你一个人搁在老家，我还怕你世界很冷，心里很痛，看见你生活这么丰富多彩我就放心了，得我就踏踏实实的跟这儿陪我俩孩子。妈，不是，您就不怕我爸他出轨？你怎么还笑啊？你我就是不相信他的人品，我也相信他的颜值。哈哈，快拿着拿着，我来不及了，我得带孩子游泳去了。哎呦，刘大哥还等着我呢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刘大哥是谁？刘大哥就是楼底下那邻居啊。哎呦，我们呀老一块儿带着孩子亲子游泳，一开始啊我不会游，是人家手把手教我的。哎呦，可耐心了，这一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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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他教你游泳？那你们游泳的时候也穿着泳衣吗？穿秋衣秋裤。那还是游泳穿秋衣秋裤怎么游？全兜水啊，当然得穿泳衣啦。我都没看见过你穿泳衣呀、啊，这姓刘的他怎么穿？哎，人家不姓刘，啊，不是刘大哥吗？他不姓刘，因为啊，他长得像刘德华，所以我们都叫他刘大哥。喂，房产中介吗？爸，你干啥呀？你没听见吗？你妈都跟刘德华游了泳了，我再要不出面，这恐怕就得我一个人坐在家里唱忘情水了。我得把房卖了，我搬过来跟他一块儿住。哎，你妈没走，你爸还留下了，我这日子彻底没法过了。行，他们留下啊，我走。哎呦，莎莎，你是出去给你爸买那个牙膏肥皂去吗？不用去不用去，我那有旧的，咱凑合能用。啊啊，你能不能别说话了？为啥呀？你知道我爸为啥来不？为啥呀？爸，你告诉我妈为啥呀？我也豁出去了，他们说你呀、啊、在这儿住的时间太长了，影响了他们小两口的正常生活，他们实在受不了了，把我叫过来把你领回去。真事儿啊？洋洋，
不是我一直觉得我们处得老好了，怎么妨碍你们生活了呢？哎呀妈，我跟您说实话吧，其实这么长时间以来，咱们好多生活观念一直都是南辕北辙。南辕北辙啥意思呀？不知道。哎呀，就是背道而驰。谁家背道了？哎呀，这怎么跟你解释呢？就这么说吧，啊，你怕你大孙子从楼上掉下去，这家可好，你把咱家呀，但凡有窗户的地方啊，你全焊成铁栏杆了。这家我一推门啊，回到家我就想唱《铁窗泪》呀。还有，妈，您怕您孙子磕着碰着，把家里的家具有棱有角的地方都裹上这大花棉被，您弄得我一回家就想唱《小拜娘》。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好婆婆，就没想到让孩子们怎么……哦，那我就该回老家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呀绣了一个十字绣，本来打算莎莎过生日的时候送给她的。啊，就这个。妈，我也没看着过你绣十字绣啊。我都是等你们睡着了，我就绣一会儿。哎呀，眼神也不好使，然后大夫有一阵还不让我绣。大夫因为啥呀？他说我要再绣的话就得贫血了。不是，这得扎多少回手指头啊。莎莎，本来这是给你的一个生日礼物，可是我不是得回，没事儿，就差21天了，留着吧，等你想妈的时候。看不看都行，走。妈，这回也都是我不好，我没有协调好。没有什么错呀，对的。其实妈特别简单，只要你们小两口能过得好，我去哪儿都行。妈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你哪儿也别去，就在这儿住，咱们一起啊，好好过个年啊！我相信。咱们一定能磨合好。对对对，妈妈妈妈您别走，一定能磨合好。老伴儿啊，既然孩子们把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，你就留在这儿吧。啊，那我再试试。不过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啥的，你一定当场指出来，别心里憋屈啊。嗯，谢谢妈。谢谢妈。我也想留下来。你留下干什么玩意儿？我留下来看孙子。拉倒吧，你留下来是看着我和刘德华。这你可说错了，我对我的颜值还是有信心的。我留下来啊，一个是想看孙子，再一个呢，也想跟你啊，咱们一块儿交流交流，探讨出一条适合咱们老年人生活的道来。与其天天围着孩子转呢，咱不如不如什么呀？不如家务聊天